这里呢是唐人街的物街美食坊，进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逛逛。台湾牛肉面，我就不吃面了。很多人哦，这里你看，很好生意啊，以前都没生意的。今天还是周天呢，不知道吃什么点心啊。这里卖海南鸡饭，上回吃过了，5.99。这边有烧腊，现在砍烧腊的都是长者了，找不到年轻的。好生意啊！加咗之后都够10蚊啦。No, 你要加咗啊 ？Minimum 未加之前啊。系讲话冇有钱。要啊？要食咧？一个虾肠，虾肠。一个。一个虾肠。6蚊。系咯。个鸡饭，啲鸡仲好啦。系啦。我唔知有几贵喎。珍珠鸡，你呢个有排嘅，食个珍珠鸡，珍珠鸡两个你都饱咗啦。我睇到佢系4蚊啊，点解6蚊咁鬼贵啊？喂，点解咁贵啊？其他都4蚊嘅话，这个难以相信啊！6块钱，只有3条小小的。两担吗？真系？2担。你楼上个主席啊？嗯。啊，喺出边。系啊。我叫话，我叫食饭。你嘅朋友系嘛？哦，有啲都系6蚊啊，珍珠鸡6蚊。有啲5蚊，好贵啊！起价一开始出4蚊啫，本来正今日开记者会都唔得闲。开咩记者会啊？啊，圣诞派礼物咯，买啲礼物。最平系波轮。七欧子龟都试下尝，我从来没有吃过6块钱都试下尝，太贵了。忘了看价钱。出来刚才吃那个肠粉呢、啊，真的吓死人的贵啊！这里是德昌超市，新鲜蛋糕还有明火烧腊，到里面看一下。这些盒饭呢、啊，6.99，价格还可以啊，不贵。口水鸡是吧？应该是口水鸡，它写的是辣鸡，这个什么白斩鸡？哇，这寿司13块，很漂亮啊，10块钱。哇，你看，这些都是现成的菜，应该是3菜1汤吧。这边是卖菜的，今天好像不太忙啊。这边的话是卖鱼布，我很多时候都过来这里买碗鱼腩，普通话说碗鱼腩。这些敢吃吗？田鸡，我就不敢吃。这些都有腌料的，腌好的，还有鱼滑。
白鱼丸。金沙湖啊，3.99元。这边的话是卖云吞啊、花生汤圆、烧麦，各种各样的。他们这里的五花肉很漂亮的，贵一点的，很漂亮的五花肉。榴莲呢？榴莲大特价，不是特价，13元一包。从这里出去。这里是物街的菜市场，基本上都是华人在买。这家是爱新鲜超市。里面我就不进去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拍视频。他们这些长者，华人的长者比较多。最近唐人街好像街道比较干净，没有以前那么脏。这边的话也有个进口啊。以前这里没有卖菜的，现在都摆到这里来了。这里的价格跟法拉盛差不多。5个3元。这家也是马来餐，椰香，没，凉野，鸳鸯，有机会过来吃。前面有蒸包王在装修，对面珍宝食坊，他们的三片才9元，非常值得。这家呢，3片9元。哇，华丰就是厉害啊，开的店都非常大。哦，忘了跟人说，这里是格兰街 Grand Street。 哇，这位大姨在卖什么东西啊？鲍梨街，等着过马路啊！
菠萝鱼啊，啊，太棒。格兰街很多咖啡屋，过来的好几家了。格兰街地铁站 BD， 这幅画好看吗？壁画画得不错啊，哦，漂亮，地铁口啊。这位是谁？李小龙啊。这地铁站人非常之多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喜欢请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